大家好，我是 Amber， 我是 Winnie， 我是 Hanya。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录这个影片呢？因为我们的警员生活已经都有7年了。喂，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步而已，不过呢，我们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这1000个朋友。那警员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频道呢？其实警员生活呢，就是大警员一个副刊频道来的，咁咧就以东方传统嘅文化理念作为基础啦，跟住然之后就介绍一啲养生啊，一啲健康嘅道理啦，同埋一啲饮食传统嘅文化。所以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节目哦，好希望咧就继续为大家做一啲更好嘅节目，同大家一齐开心过。没错，那我这次呢香港的旅程呢也要结束了，要跟香港说拜拜了。不过呢，下一站我就会到台湾。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台湾好玩的东西，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对台湾有兴趣的景点事物，也都可以跟我说哟。太美，太美爱我，我也爱你。对我来说，汗水抽成什么？恭喜！太中了，这个蛋糕嘞！我们预先就有蛋糕嘞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1000个粉丝不容易噶，虽然我47倍。我都有少少倍数噶，好啦，咁呢个就当同阿 Amber 送行嘅蛋糕啦。系咁啊，咁啊唔得，辛苦晒你哋。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唔知啊，警员生活呢个频道咧，其实系好艰辛噶。所有人咧都系一个人做嗰个创意总监，一个人剪片，一个人拍片，再一个人做 marketing。唔系，人哋听到咧，以为系唔同嘅人嚟嘅。即係你係咪講緊同一個人做曬所有嘅角色啊？係啊，自編自導自演自剪啊，再自己市場買添，辛苦曬。但係我好辛苦曬，辛苦曬。但係我好羨慕每個月節目。為什麼？有嘢食。邊個節目有嘢食啊？嗰個節目有嘢食咯，佢呢度都有嘢食噶。我是出去玩，唔係佢係咧食完佢嘅節目啲嘢，就喺佢嘅節目嗰度要跑步啊嘛 ，running queen 啊嘛佢係，跟住再咧有阿 Winnie 俾嘅健康工房嘅 tips。係啦，就要行咩食完一隻雞髀就要行幾多路咁啊，好慘啊！係啊，放低個蛋糕先啦，不如食完個蛋糕會點咧？我哋需要做翻幾多運動啊？系咪好攰啊？要计一计先，即刻计一计，即刻算啦，食啦，食啦，今日食咗佢，唔使跑啦，好嘢！今日今次食蛋糕，下次食羊髀，好啊！咁我哋不如定个目标啊，好唔好啊？看羊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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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系系看羊髀啊，看羊髀。咁我哋講好啦喎，如果到10万，我哋真係買個羊俾你食。唔係5000咧，5000先啦，因為唔容易啊，佢哋。只有咁過分啊？唔會啊，啲觀眾好錫。5000要做咩啊？5000，因為你翻嚟香港咯。咁難賺。5000，我哋去台灣。對嘛？5000的話，你們有冇搞錯？我哋有冇搞錯 ？Super 去台灣玩。我哋系台灣 super， 我好多衝動啊！聽到我想燒火雞俾你哋食添。哇！下次復活節之前咧就唔係聖誕節之前已經5000啦，要大佬。唔係，我意思係有理想，我中意。1、2、3。恭喜！好，希望大家能夠幫我們趕快達到這個目標，因為紀元生活，耶！我哋記住。每日2点睇首播，2点，除咗星期三，同星期三休息，达到嗰个数量一定烧火鸡。好。